呢一只系 A 牌子嘅 BB cream， 另外呢只系 Oxley 嘅。A 牌子呢只搞极都唔用，仲沉晒喺地添，而 Oxley 呢支好快咁就用咗啦。其实呢个实验系测试 BB cream 嘅透气度，选用时越高，代表油份越少；透气度越高，咁就冇咁严丝毛孔啦。我试过好多唔同牌子嘅 BB cream， 暂时只有 Oxley 可以做得到，用喺水里边，搽上去真系又轻又舒服噶。首先，我哋将 Oxley BB cream 搽喺杯边度。再加啲水添，再搅下佢，大家都见到搅完之后 ，BB cream 仲喺杯度冇用到噶。之后我哋可以攞多少少份量，滴落水度，再搅多佢一阵添。搞到差唔多啦，倒翻啲水喺你个杯度，大家都见到 BB cream 冇用到噶。呢个实验可以证明 Oxley 嘅 BB cream 真系透气唔溶妆。